Yummy 素食养生料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秋香姐，今天跟大家分享素食养生料理。冬菇花椰菜，材料有鲍鱼菇、冬菇、西兰花，调味料有酱油、胡椒粉、素蚝油、糖及麻油。首先待水烧开，倒入少许的油，倒入西兰花，几分钟后捞出备用，倒入准备好的菇类，随后捞出备用，倒入少许的油，放入切好的姜末，倒入烫好的菇类，放入素蚝油及酱油，翻炒均匀即可，放入调味料，翻炒均匀，随后倒入适量的水，翻炒均匀，加入少许的胡椒粉，最后勾芡，盛出就好了，简单又美味的素食就好啦。本期节目已到尾声，感谢你的观看，别忘记按赞、订阅以及分享哦。